首先一个呢是第十七单元啊，这本书164页，舒坦，舒坦是手段啊，手段。这个呢只是一个名词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它一般作为一个主语或者呢是名词加 ida，比如说舒坦 ida 啊，是个什么手段啊？然后接下来呢是酒精。alcohol 啊，显然这个是一个外来语啊，是这么拼啊，那么酒怎么说呢？酒呢叫 술 啊，술 是吧？술 啊，喝酒，술을마시다啊，类似这种。韩国的话呢？就人均的酒精的消费呢是，大概呢应该是十几升啊。这个书上的例子呢是2011年是14.8升啊。但是，就韩国人也是爱喝酒啊，但是韩国并不是酒精消耗量第一位的国家啊。像这个俄罗斯啊，还有东欧的一些国家也是喝酒喝得比较猛啊。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呢是副词寡言啊，寡言，果然这个词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特点是后边它一般用于疑问句，比如说，书上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啊，부동산가격이과연전문가의말대로내릴까？就房价果真如专家所言会降吗？会降吗？谁也不知道啊。韩国的房价也是连续涨了很多年啊，就涨的时候多，跌的时候少啊。接下来是다행이啊，经常啊，还有这样的一个用法啊，这样的用法比较常见。다행이다，다행이다是万幸、所幸。啊，就是反正是运气好啊。然后是教养，教养呢是教养，还有一个意思是知识啊。我们在这个 topic 的听力里边有一种类型的题啊，叫教养 program 啊，一般是两个人啊，一问一答。基本上就是一个像主持人一样的人采访一个专家啊，是这样的一个类型的。那这个呢，就是知识类的节目啊。接下来呢是다정하다，다정하다啊，亲切的意思啊，亲切的氛围，다정한분위기这么用的啊。然后妨碍，방해하다，妨碍啊。也是中文啊，中文。무조건 啊，无条件，无条件的啊，绝对的，绝对的支持啊。然后是，열매呢是多义词，一个呢是果实，啊，果实，还有一个呢是成果、成绩啊。一般是，成果的意思啊。我书上写的呢是结果啊，但是 열매 呢，一般呢指的是好的结果，是吧？你这个结果了，果实都有了，那肯定是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了。那关键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怎么表达？열매를맺다。用这个词啊，这个就比较难，是吧？啊，一般是用"맺다"啊，结果的意思，结果啊，然后是"도대체"到底，도대체"后边呢，一般是和"왜"一起用，"도대체왜이러는지
모르겠다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这么做？是吧？도대체和왜通常是一起用的啊。然后아끼다，节省、节约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是절약하다。아끼다显然这两个词，아끼다是固有词，절약하다是汉字词，절약是来自中文的节约，对吧？那他们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啊，通常。就是说韩语的这个单词啊都是这样的，都有这样的一个共性啊，就是汉字词절약하다呢它更多的用于比较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场合，那么아끼다的话呢是用于普通的情况。什么是普通的情况？就是个人啊，比如说这个我作为一个个人啊去省钱或者是省吃俭用这种情况啊。那절약하다呢你可以用于很多情况啊，包括个人，还可以用于从国家的层面上啊，省电是吧，省电还有这个节约用水啊，这样的情况都可以用的啊。然后是처벌啊，处罚，也是中文啊，처벌啊。还有一个词呢是一种鸟，까마귀，까마귀啊，까마귀呢是乌鸦，有一个俗语까마귀날자배떨어진다，什么意思呢？就是乌飞离落啊，乌鸦飞起来之后呢离掉到地上。那么这两个事情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呢？这两个事情当然是没有什么关系，逻辑上没有关系，但是呢有些事情呢就是这样啊，就是恰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似乎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啊有一点关系，这个时候用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시청률啊，应该是要读률吧啊。收视率啊。那这里啊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文的这个率啊，韩语中有的时候呢用的是率啊，有的时候呢用的是율。老实讲这个东西我们如果不是经常用的话呀，真的很容易混淆的啊。但它呢也是有一个这个规律的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前边，就是说这个律前边的单词没有收音，或者是니은收音，니은收音的话呢，那就是用的是율，就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个收视率啊，前面接的是시청这个词嘛，那它有没有收音呢？它当然有收音啊，시청的这个청。这个字上边有应这个把침，所以呢用的是率啊。假如没有这个把침，或者是这个把침是니은，那么就要用这个율啊。我们举个例子啊，什么样的情况呢？환율哈，大家最熟悉的啊，汇率是吧？留学的人都很关注汇率的呀。还有出生率。出生率，对吧？生产率，其实就生产效率吧啊。我们看啊，这几个单词的共同点是什么呀？它前面也有收音，但是这个收音是니은，所以呢，就加这个율。好，那么问题就来了，就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大家只要记住这个就可以啊。一般来说。你摁收音的话呢是接율，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没有收音呢就也是接율啊。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刚才讲的是一个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单词啊，劳动力，劳动呢是劳动啊，量呢是力量啊。劳动力不足，劳动力不足现象，劳动力不足的现象。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台日大，台日大是提醒、告诫、说教是철교하다。那么还有一个词是전하다，是吧？전하다呢是提供好的建议，是吧？但是这三个词啊，也有一些类似的一些地方啊，也不能说完全不一样，对吧？台日大是这个提醒告诫嘛，那这个可能也属于是一种招恩啊，你也可以这么理解的。然后是 A 级啊，意志 A 级啊，什么是意志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有想法，坚定的意志，有坚定的意志，강한의지가있다，有坚定的意志啊，这么表达。然后是마주하다，面对，面对啊，面对现实。현실과用过去式마주했다，没有，面对现实啊。然后是系统的체계적，大家看啊，这个这三个词有什么区别？체계적인，체계적으로，有什么区别啊？这样的一个区别啊，前两个后边是都要接名词的，后边接的不一样啊。接名词，第二个也是要接名词，第三个呢一般是接动词，这样的一个区别。说那问题就来了，那前面这两个都，你看这两个都加名词，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基本上没有区别，一样的。都是系统的什么什么东西啊，一样的，至少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了，意思是没有什么区别啊。然后是进口，수입하다，出口呢，수출하다，进出口啊，叫贸易啊，무역。韩国是这个世界贸易大国，就是很多商品啊，就是从韩国出口。主要是出口啊，它不是进口很多东西，因为韩国人口不多呀，它也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啊。但是呢，大家想一想，它如果想出口，韩国想出口很多东西的话，那它有前提啊，那就是你得能够生产很多东西，对吧？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啊，韩国是全球排名前几名的这样的一个制造业的大国，所以它可以制造很多东西。制造出来东西之后自己用不完，然后就卖到国外去啊。现在就主要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就刚开始呢就是卖一些食物嘛，然后现在呢发展了之后呢，现在就文化输出啊，卖电影电视剧，还有韩国的偶像啊。然后我们再往后看啊， POK 外语啊，叉子，这个没什么。没什么特别的，这都不算是英语，不算是韩语了，这属于英语啊。구속하다，束缚、限制，这个词呢，我感觉可能被动比较常见吧。구속받다，就被束缚，是吧？被人束缚啊。然后是常见的词 campaign， 活动、运动的意思。实际上韩语中啊也有活动、运动这样的一些韩语的单词，但是呢可能不爱用啊。比如说分享的活动，나눔 캠페인 啊，是这么用。不适当啊，接下来是不适当，부적절하다，反义词적절하다，对吧？在这个适当的这个词前边，适当这个词前边加上了一个不啊，不适当。油漆 paint， 这显然也是外来语嘛。diving， 跳水，搞不好的话呀，以后这个讲韩语单词啊就变成讲英语单词了啊。那好多这个英语单词现在就进入了韩语中啊。 diving 呢是跳水，跳水台 diving day 啊， diving day 啊。
这个东西啊，也是也不能说好还是坏啊，就是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对吧？也是没有办法，是吧？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说谁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啊，然后是这类西藏传统市场，中文是再来市场啊，再来市场啊，别利亚的。关心、关怀、照顾，别的哈达啊，这是一个他动词，互相照顾、互相关心，서로를别的哈达这么用啊，互相关心。生疏、생소하다，反义词익숙하다，熟悉、生疏啊，形容词啊，然后呢是主演，主演。主角啊，主角，揭示하다，公布、揭示啊，这个词呢，我就想起来一个，现在也有啊，就是说网上的论坛啊，也叫揭示판啊，就公告版的意思，对吧？网上的一个公告的这种版面啊，现在很多韩国网站上，你还是能够找到这个单词的，对吧？那么。你看到这个的话呢，就相当于告诉你这个地方是官方公告，还有官方新闻啊，这样的一个内容，你可以进去看啊。然后这样的一个公告栏里边发的内容，这些帖子，中文里面叫帖子嘛啊，韩语里面叫게시，哎，게시물，是这么表达的啊。트럭，货车。货车啊，truck 啊，然后후원하다，후원하다啊，是赞助支持，赞助的钱，如果赞助了钱，那么就是후원금啊，후원금。那么一般来说，接受赞助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呢，是弱势群体，这个词我们也需要知道的啊，叫超越阶层。那么这个书上是写的是"超越阶层"啊，其实还有一个词叫"취약阶层"，就脆弱的阶层，是吧？这个呢，就基本上都属于是，弱势群体啊。然后接下来呢是"개봉"，开封，开封呢是指电影首映或者是公映啊。출시，对的，上市，被动啊，所以说。出席绝大的话呢，它的主语呢应该是这个产品，某个产品啊。然后必不可少，필수적이다。什么什么이가필수적이다，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啊。然后是心情轻松，헐까부나다。应该是形容词吧，啊，就是说非常轻松啊，没有什么压力，헐까무나다啊，然后这个呢，这个词感觉像是汉字词，汉字词和固有词的结合，似乎是啊，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有些单词呢是纯固有词，有些单词是纯汉字啊。但是还有一类单词呢，它是固有词和汉字词的结合，也有这种情况啊。然后是流动，유동，流动啊，流动人口，유동인구。梯子，사다리。지시하다，指示，指示的话呢，那一般是上级对于下级才能用的，是吧？一般是这样啊。구축하다是构建、建立，通常呢是一些虚拟的东西，比如说竞争力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吧。然后是嘻哈，嘻哈呢在考试中啊也考过，hip hop，那叫 hip hop。插管啊，插管是研究，
不是研究了，是历史上记录历史的这样的人啊，插管啊，然后是完美，完璧卡达，完美的，完璧看擦了，完美的人，完美的人不可能不存在啊，对不对？然后是仓促了的，创造，我们看啊，主要是用于什么呢？创造价值，嘎奇勒仓促了的，创造机会，给学勒仓促了的，这么用啊。婚纱、约定、dress、婚纱啊、约定、dress、曲线、gogson 啊，婚纱是英语啊，曲线呢是中文啊，曲线、直线呢 ，jigson 啊，这曲线和直线啊。好，这个是第十七啊，然后我们接着看一下第十八。十八呢是169啊，这本书横屏的这个视频呢，我会上传到 B 站啊。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音商对的啊，主要是音商，音商呢这个被动和主动都可以啊，音商啊的，音商对的都有可能啊。那么它呢是提高上调的意思，那么下降呢是伊拉哈的或者是伊拉对的。就是降低啊，通常啊，什么时候常见呢？音商呢是嘎格音商。据说呀，最近一段时间韩国物价上涨，比较迅速啊，就各种生活用品啊，物价都在涨了啊。然后是格密蜘蛛，蜘蛛网，格密嘴，蜘蛛。接下来呢是扎尔玛卡达，扎尔玛卡达呢是简短啊，简短，但这个短啊，它到底有多短呢？大家注意哈，这个不一定是一分钟两分钟，我们这个例子中呢是描述的是电影三十分钟，이영화는삼십분에끝날만큼扎尔玛卡达。对吧，这个电影啊简短到30分钟内就能结束，所以说我们从这里啊就能知道它这个长短啊它是相对的，是吧，这个单词实际上是相对的啊。你说电影本来是通常是一个小时半啊，一个半小时，它30分钟当然属于短了啊。然后是无穷无尽，无穷无尽，无穷无尽。韩语中啊也用这个四字成语，那肯定是来自中文的啊，但是这个东西啊用的没有那么多，因为问题在哪儿呢？四字成语啊，你说因为韩国人毕竟他不是母语为中文，你说在文章里边引用这些四字成语呢，也有可能导致有的人读不太懂，所以说很多时候四字成语后边呢，有的时候还会写上中文。对吧，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啊，就是说实际上用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啊。然后是疏忽，疏忽了的，疏忽了的啊，疏忽，疏忽呢是疏忽中文，然后给它加上哈达，咱们咱们的静悄悄，安静，形容词啊，恩格帕的，恩格，延吉。就这个言啊，言论的言，言及啊，就说到提到的意思啊。通常你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内容，这个怎么表达呢？응급한내용啊，类似这种。然后是구조되다，被动，被救助。那么我去救别人，구조하다。主动和被动啊，都有可能的。管制、取缔、查处，单说嘎达，单说嘎达啊，比如说啊，基本上就理解为严打就可以啊。
음주운전을단속하다어就是严查酒驾啊，严查酒驾。도리어反而，도리어啊，就是本来呢是不好的事情，反而变成好事情。这种情况下用。주목하다，关注，주목하다啊，关注注目。如果是被动，就是说受到了别人的关注，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不用，不用这个被动，大家注意啊，不是주목되다，而是说是주목받다，这么用，是吧？受到关注是주목받다啊。然后170页啊，余地，여지，여지啊，留下余地，留有余地，여지를두다。这个有记呢，它可以用于很多地方啊，比如说，现在讲的是四级啊，然后写作呢，现在还没有计划讲啊，现在讲的是四级水平，경제적여유，시간적여유，对吧？就经济上有余地，那就是有闲钱啊，然后时间有余地呢，那就是他有时间。不是那么忙啊，可以这么理解。接下来是二手商品，中国품，中古啊，二手货、旧货。那么二手市场，中国시장。然后是우려하다，担忧，忧虑啊，忧虑，担忧。필자啊，笔者，就是写这个文章或者是写这本书的作者啊。指自己的时候用这个필자啊，然后是农夫和蛇，农부와뱀，农夫和蛇的这个故事啊，全世界都知道，对吧？然后是생계，生计，维持生计，생계를이어나가다，可以这么用，生计啊。或者是생계를유지하다，维持生计都可以。농渔村，农村，어촌啊，농어촌，这么表达啊，농어촌啊。然后인력，人力，人力。刚才前面啊，有一个词是劳动力，노동력，那这两个是不是一个近义词呢？对吧？这两个算是近义词啊。然后 ，혜택 是好处啊。那么得到好处怎么说呢？现在讲的就是三四级的혜택을보다，这么用혜택을보다，参加考试也是보다啊，시험을보다。然后左撇子，왼손잡비，对吧？右撇子呢是오른손잡비。然后呢是著作权，著作权，著作权法，著作权，其实就是，这个版权法啊。然后现在韩国这个比较领先的一个行业，半导体，半导体啊，现在半导体。它领先的是半导体的这个生产啊，韩国和中国台湾，像日本也有一些啊，半导体啊，韩国半导体呢主要是三星和这个现代啊，现代有一个现代海力士，像这两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公司。哎，忘了今年去年好像有一家做半导体的这个。那不是半导体，那是做这个电动车电池的公司啊，那个不是半导体，那还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啊。电动车电池是中国比较领先啊，中国电动车多。然后是 Yogan 啊 ，Yogan 呢是重点。唐朝 ，Dang 呢就是唐 ，Nara 呢是国家 ，Dang Nara 啊，唐朝。
唐朝呢，在这个历史上啊，这和这个半岛是有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交流也罢啊，反正是有很多的故事啊。唐啊，然后呢是坟墓啊，墓凳，墓凳，坟墓啊，冲突，冲的，这都是名词，美德。弥德，然后负责人，担当者，是吧？这是负责人。那么我负责一个事情，担当啊，担，是吧？不一样啊。担当啊，担呢是动词啊，动词。传染病啊，传染病啊。那现在这个传染病流行，流行了的，流行了的。那么预防呢是传染病을예방하다。考试里边哈，这个倒没有特别的考过这个东西啊，但是我记得前年好像是考试中就出现了一个和传染病相关的一个单词 ，vaccine。就是疫苗啊，然后是部下，部下呢是手下的意思，下属手下，部下啊，后棒，后棒呢是两个意思，一个是琥珀，还有一个意思呢是南瓜的意思，这两个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啊，所以呢你要根据前后我来判断啊，琥珀。南瓜，今年四月份的那个考试的课程啊，可能一月底开课吧，一月底啊，过完春节。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正常来说，一般十二月底，中国这边的这个考试报名，至少要通知啊，哪天开始，但到现在呢还没有通知，这个，所以说这个就。估计啊应该会很快通知吧啊，再不通知的话就考试也得准备啊啊，应该会通知的吧啊，今年就没有再没有理由取消考试了。好，接下来呢是宝石，宝石，宝石啊，然后城市中心。多心啊，多心就是市中心的意思啊，都是名词。然后是金属，금속，금속，金属里边啊比较常见的一些金属，金属啊，金、银、铜啊，这是比较贵重的金属啊。금、은、구리，구리呢是铜啊，铜。然后是一个动物 ，toki， 龟兔赛跑啊 ，gobugi， 龟啊 ，toki， 兔子，新婚啊 ，sinon， 新婚旅行 ，sinon 여행啊，度蜜月，新婚夫妇 ，sinon 夫妇，然后是唱片 ，umban， 唱片市场，市场啊 ，umban 시장。唱片市场啊，这个因为互联网刚出现之后啊，就开始不景气，不景气了很多年啊。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啊，现在应该还好。现在买唱片的都是粉丝，对吧？现在一般这种情况。然后呢是 G 呢是老鼠，猫，国阳蚁。老鼠呢，它有相关的一个俗语啊。这个应该是，这个呢不是属于这个，是应该是惯用语了。居住跟的作用啊的，就像，反正是寂静无声，字面意思是老鼠死了一样安静啊。还有一个俗语呢是这样的一个俗语，남말은새가듣고남말은쥐가듣는다。什么意思呢？就是
白天你说的话呢，鸟儿会听到啊。你如果是晚上说的话呢，老鼠会听。隔墙有耳，对吧？要说话要小心啊，是这个意思。心脏啊，那么心脏病呢是心脏病。病毒 ，virus， 对吧 ？virus 啊，那这个病毒啊，也可能是电脑病毒啊 ，computer virus， 对吧？现在韩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现在是政客啊，政治家叫安철수，这个人呢，就是想当初就是创办了杀毒软件公司啊，成为亿万富翁。然后在企业界成功了之后啊，公司也上市了啊，然后呢就没有什么，不想再追求这个赚钱了，然后就进入政界啊，想当总统啊，安철수啊，作为政客来说呢，他还算年轻的啊，是一个韩国这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啊，然后呢是变暖 ，onnano。全球变暖，几乎 onano 啊，这么表达，这边应该有个隔写吧。跟团的讨论、检讨的意思。通常啊，我觉得这个检讨，就是跟团的话呢，通常他讨论的东西是什么呢？大概率呢啊，一般都是这种，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做还是不做，对吧？我们在这里。建厂到底建还是不建，对吧？一般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做还是不做这个事情啊，并不是说，我们都做完了之后，我们去这个、看一下我们做的对不对啊？这个也有可能，但是多数情况下呢，是在做之前啊，检讨一个方案啊。然后是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就晚上睡不着。失眠症，不眠症，还有这个什么，就这两个词吧，然后，克雷是什么呢？鞋和袜子的量词，一双的意思啊，一双，然后。收件人书信자，收件人啊，那么发件人呢是발신자。他这个收件和发件啊，有可能是短信啊，或者是这个电脑上的一些信息，但是也有可能是邮件啊，都有可能。神经신경，神经细胞신경细胞啊，但是它也有这个固有词啊，신경을쓰다，意思说。这个意思呢是比较关注啊，下功夫啊，这样的意思。然后五花肉，삼겹살，五花肉呢在烤肉里面啊是比较低端的啊，是吧？五花肉啊，基本上烧烤店里面啊，就肉类里面啊，就烤着吃的这些牛肉啊什么。猪肉里面五花肉应该是最便宜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便宜的肉类啊。然后是本能，手续费수수료，测量啊的判决。那么这个判决下达怎么说呢？判决를내리다啊，这么用啊，就是判决已经下达了啊。宗教，宗教啊，宗教。好，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所有的单词。没有问题的话呢，今天呢我就讲到这里吧。